个团体里面的汪东城，他拍了新的写真书。没错，他现在积极的朝文艺青年的方向去发展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爱画画的汪东城远赴梵谷的故乡荷兰拍摄写真书，除了到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朝圣，走在大街上处处是深具文艺气息的建筑和美景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气质的感觉，搭档收集搞笑的一面，装正经却又被嫌不够自然，他只好在旋转门进进出出来回好多遍，最后大家终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。他的包包在哪里？包包给他背包吗？来出来，给你给他背包吗？ You got it, man. 是他是他你干嘛？万一手，他跟你飞行，要打嘴飞路了，快点啊，身材啊！好一点。介绍一下这个。刚这只 mobile， 就是韩国拍《流星花园》的，韩国拍《流星花园》聚会站小姐送我的哦，可爱的，羡慕吗？你们没有。难得到荷兰拍照兼观光，大东把握机会逛逛当地的跳蚤市场，琳琅满目的摊子，一行人眼睛全都亮了起来。我们现在在就是位于荷兰的跳蚤市场，那这边呢有很多。你好 ，Hi， Hello， 有很多热情的老板，很酷哎。不能让大东败了不少战利品，专注血拼自己的行头，差点忘了妈妈交代才买的荷兰鞋。有哎，好适合哦！好看哦 ！My God， 这比较帅，超帅的。我想买，这很像，很像不错，超像的，哎，好合哦，这个。Movie stars， take a picture together。Movie stars， 加油！Yeah。你是要拍你们的对 ？Yes， 有哪一个技能 ？I like it。Okay， 拜拜。Again， kiss me again。终于看到荷兰鞋，只是不知道是我妈要买的。我妈说要买布的。的。对。啊，你不知道，现在已经改良了。现在还有出那种保暖式的。你要我帮你挑一双吧。
不知道要买什么，要买土林的吗？还是买黄色？买它的土还是买黄色？还是买红色？好难选择哦。跳蚤市场参观了好几个景点，也换了很多套衣服，清晨有够满，只不过拍了一整天竟然还没天黑，让大东忍不住喊累。 Hello， 现在在荷兰晚上了，几点呢？8:10。是的，下面一场8:10呢，那我们现在8:10终于可以用晚餐，而且8:10外面天还是如此的亮，看起来像早上的8:10，但其实是晚上的8:10。好的，听说这些餐厅呢是荷兰就是很顶级很贵的餐厅，那建筑物就是很有味道，就是很欧式、很古香的感觉。试试看鱼啊，鱼加这个类似桑葚的东西，也口感像覆盆子，哇，入口即化，那个鱼啊，在我舌尖上还在跳动，天哪，我的味蕾，这个散出来那个。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我只好一直吃来报答各位，因为你们吃不到，我只能把它们吃完。玉羊也切得太薄了吧，而且鲜嫩多汁，所以是9:10，感觉非常可口美味。这是一样的一点，我在哪里？我感觉好像很多小绵羊在我身边奔跑。没，我怎么叫出羊的声音？太好吃了，一个字嫩，帮我试一下，上一下字幕，嫩嫩。嫩。一顿美味的晚餐为大东荷兰辛苦又充实的一天画下美好句点，他在新书中会呈现怎样不同以往的面貌，粉丝们敬请期待。完全乐苏信综合报道。